大家好，我就是网络传说深山哥。前面鹿晗突然给我发了信息，他说深山哥今天可是陈坤大哥的生日啊。我一看，哇，对了，今天刚好是立春，是陈坤大哥42岁的生日。很多网友说了，42岁很像24岁的时候哦，而且比24岁的时候还要帅。在这里，我也送上祝福，希望陈坤大哥在新的一岁当中越活越年轻，越来越帅气，早日找到女朋友哦。要是没有女朋友，我帮你介绍一个，我们祝福他吧。